三垒上有人喽。轮到第三棒的陈庸基，第一个球就出手打到了，是在左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啊！陈庸基这一棒呢，是帮助球队追成了平手，打第一个球。这场比赛个人第二支的安打呢，是带有一分的打点。双方呢，在第五局的上半，1-1的平手了。哦，庸基今天有 get 打击好，那得点圈的打击能力又高。高球被他掌握到了，全力的在做一个拉打的动作。就对了哦，同意来攻击中的一支安打，有得点的一个攻击。